那活到今天不就急了吗？一个人生啊，就是很辗转，很辗转，但人情是很长，所以有人失去了之后，很怀念的，包括我们话剧朋友说的老同志，我至今都很。那个东西，那叫亲历阶级队伍的时候，我打了五十几个反革命，那是属于亲历阶级队伍的时候。一个上午，一个上午呢，我的这个政治部党委会，这个打了五十七个反革命，平均是每人五分钟。我们三团总共有多少人呢？三团嘛，咱们歌舞团是151，话剧团嘛稍稍一点，100多也是，杂技团也是。不到100，不到180-190个人，我们三团合起来将近300人里，300人里边打了57，六分之一，六分之一。所以像普琴富这样的情况，是吧？那就是更是这个来比较这个让人心痛的事儿了，心痛的事儿了。普琴富这个同志呢，这个倒是在这个两广战役解放时是国民党这个政工队的，很小的啊，就参加了，因为唱个子也小，年纪也小，年纪小，唱歌唱得好，对，所以后来十三军是唱歌的，调过来又调到我们话剧团，他把军衣撕了不穿，林彪这个人。发军装我不穿，开玩笑，反对林副主席还得了啊？对不对？四大组说搞得很厉害，我就给他送到58医院，送到58医院神经病科去了。就不要说别的，就那一条反对林副主席那一条，他就是现行反革命了。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认为小学生小孩不要学医，那么小就搞什么阶级斗争。对，好好学习文化知识。对，就是因为这句话说的是现行反革命嘛，就是反正毛主席嘛，就说的是毛主席不让全国人都要学习，都搞阶级斗争嘛。对对，对。普琴富，都说是神经病，后来听说把他弄到监狱里，衣服都给他扒光。哎呀，他还是有羞耻心。这何超群他们送的，我听说。他把自己两个手把自己遮住，那什么都在外边，那种做法也太不人道，也不文明啊。普琴富可怜，可怜，可怜。就跟那个北京东北那个叫张什么那个张志新，和那是一样道理。那对这个文化当中一样，那么就烧头了。我们文工团普琴富再说一下林彪是奸臣，那说的对吗？历史已经真实，但是已经被烧了头了，而且烧得非常残酷了。你说那个是他想嚼啊，不准啊，拿刺刀把那个舌头都嚼烂掉，然后拿个白毛巾煮在水上，那个洗得完那个白毛巾就让他，就那么残酷。没有人刀，你刺刀哦，刺刀在那个是叫烂的，把那个拉在主席台上亲眼看的。哦，看见了。然后他们就告诉我，普琴富当时要喊口号。为彭德怀平反，为刘少奇平反，就怕他喊。当时我们国家没得压舌器，就用那个钢丝、铁丝，两边穿的血淋淋的扭起来。监狱里面的人告诉你了是？这些人等于是要普琴富杀心肠了，是啊，哦，管理他的人啊，看守他的人啊。我记得当年处决普琴富的布告，就是贴在这块墙上。
最重要的就是在反对啊，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文化大革命，反对这个攻击啊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、普京父，我们的战友，我们话剧团的一个女同志是吧，跟我很好的，他们天天在一块战斗，天天在一块学习演出下连队，我知道他出了问题，我知道他被捕了，但是我想不到今天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有他的名字，而且是两个红叉，他被枪毙了。普京跟我关在同一个监狱。哦。他枪毙了我就在那个三监住了四年。嗯。在看守所待了三年。你吊起来打。开道士会把你吊起来。吊起来。吊起来打。对。哦呦，这谁说的？正副，正式通知，我在档案局里的云南省档案局查到档案，档案里都说他病故。啊，作为病故处理。什么时候通知他病故的？那他普京部枪毙，那全村民都知道啊。是啊，所以这个，普京部那是很应该同情，那是没有问题的嘛。那后来讲那有什么问题？人家都对嘛。因为当时呢，我母亲呢在军事法院受隔离审查的时候，例假来的时候，嗯，没有治。哦，他说是这个女的老太可怜了，说是在军这个说，哎呦，这个女的太可怜了，实在太可怜了，没有是拿报纸，是拿报纸，那个惨无人道，赶紧赶紧什么，用报纸，你说是这个，没有什么人权，哎。太黑暗了，是那当时那个时代。不过历史不能磨灭了，你承认不承认，你现在写不写搞不搞又是一个问题，但是历史不能磨灭的，那个历史总是历史，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始终是过不去的，绕不过去。我觉得他是恰恰是因为他纯洁才受很大的罪，恰恰是因为他单纯才造罪，如果他复杂一点他就会保护自己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很危险，就是这个社会容不了真实的人。所以我不是最近几年我写了一个长诗，从秋瑾到林兆，我给你带了一本诗集，这里边是阐述了我这个观点，就最后两句话就是还中国一真实，还林兆一美丽，实际上也是还中国一真实，还普京父一美丽，一样的。